天来这里钓鱼，看到很多螃蟹在这里，我们用一点波料，用散笼看看能不能引得到。不是不是，那个呢已经放下去了，不过那个已经烂掉了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太多螃蟹了，这里看看能不能有收获。守了一天了，又渴又饿，现在呢已经走到下午三点多了，没什么鱼口啊，看一下这两个笼有没有。有没有都回去了。螃蟹进来了，一个螃蟹，还有一个福寿螺，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了。这鱼冰出来，哇，这里好几个螃蟹，还有一条小小的那些小河鱼，得了一条小河鱼，看这种小河鱼呢，香煎是非常好吃的，属于鲫鱼科的，放了。螃蟹放生了，看，这是小河蟹，这个真的很可爱，小螃蟹宝宝。